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大林子。今天又到了星期六，又是一周动脑子画画的时候了。对，那个就是我在之前有提到的 Japanese storefront 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成稿。对于这幅画来说呢，因为它画的比人像的时间要会久。就一些起稿啊、上色啊，或者是进一步细节刻画，都会时间画的要稍微长一点点。我现在最近很喜欢的两个类型，第一个就是 Wait for Spring to Come，或者是 Japanese Storefront，这两个系列其实我最近比较喜欢的原因，也是因为在家里待的时间太久了，虽然说春天已经来了，但是就没有时间可以出去，看看呐、旅游啊，这个事情现在做起来都是蛮危险的。再出去，所以我就画了，接下来你们应该也会看到更多的关于 Japanese storefront 的一些 illustration 吧。所以，敬请期待。这个呢，这幅画的最后结果就是这个样子，看一下。
然后这是上面，这是下面，就是想说最后这个背景，就是应该可以看清楚这个背景要还是不要呢？因为我平时呢就是属于一种很犹豫的人，然后做选择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很难下决定，所以刚加那个背景的时候和不加背景的时候我又现在有这样子的状态，然后又来了。那么下个星期下个视频再见咯，拜拜。